嘿，卡尔，你看起来真开心。哦，你要去哪里？汤姆的油漆店。你真幸运。嘿，皮克尔，你也要去汤姆的油漆店吗？是吗？太好了，你想做哪个造型？你们想变成汤姆和杰瑞？我等不及想看了。嘿，汤姆，准备好把卡尔和皮克尔变成汤姆和杰瑞了吗？可以了，太棒了。谁想先来？你吗，卡尔？好的。皮克尔，等一下再来。先做什么呢？我们把卡尔漆成汤姆猫的灰色。好主意。我们需要其他颜色吗？需要。做什么呢？你要给卡尔做一个肚子。太好了，我们还需要做什么？猫耳朵。哦，卡尔，你看上去和汤姆一样。还缺点什么？当然是猫的鼻子。都完了吗，汤姆？尾巴。你看起来棒极了，卡尔。我的意思是汤姆。现在我们开始皮克尔的部分吧。我们也要给皮克尔喷漆吗，汤姆？什么颜色？棕色，像老鼠杰瑞一样。好的，汤姆，开始吧。也一样有肚子，好主意。来对老鼠耳朵怎么样？他们在那里。我们也会给皮克尔做胡须吗？汤姆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杰瑞没有尾巴吗？皮克尔可以去外面玩了吗，汤姆？
你听起来和杰瑞一样。看，卡尔在追皮克尔，就像汤姆和杰瑞一样。再见，汤姆，下次见。嗨，洛基，怎么了？你想配合圣诞季变成雪人？洛基，山姆说他可以用雪铲喷雪到你身上，帮你变成雪人。太棒了，我们试试。天哪，洛基，你最好去汤姆的油漆店，我确定他可以帮你。嗨，汤姆，汤姆宝贝，好漂亮的圣诞树！火箭洛基需要你们的帮助，他想变成雪人。哦，他来了！嗨，洛基，准备好变成雪人了吗？我们从哪里开始，汤姆？身体。汤姆宝贝，我想你的爸爸需要帮助。现在让我们穿上这个。好极了，你不觉得吗，洛基？天哪，洛基很冷。汤姆宝贝，你能找些东西帮帮他吗？好多了。接下来呢，汤姆？是的，当然是手臂。汤姆宝贝，你拿了什么？太贴心了，汤姆宝贝。来点细节吗？洛基，你已经看起来像雪人了。差不多完成了，不过汤姆要先给你一个惊喜。是的，汤姆，我们需要把他的腿也涂成白色。
看起来汤姆宝贝又有一个主意。洛基，汤姆说完成了，你现在是雪人了。非常感谢汤姆，汤姆宝贝，你们做得很好。哦，哈哈，我想你是对的，山姆，比真的雪还要好。大家再见，圣诞快乐，下次见。玛丽，怎么了？你想试试更刺激的新姿势？你想再变成浩克？看看能不能做出更炫酷的动作。好的，我们试试看吧。嗨，汤姆。玛丽这次还想变装成绿巨人浩克，你能帮帮他吗？必须的，我们得先戴上护目镜，然后呢？没错，用绿色的油漆。红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白色，还有绿色。玛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好大的车轮呀，真厉害。紫色油漆，没错，紫色油漆是用来画裤子的。太棒了，不过好像还缺点什么。
好厉害呀，你看上去和浩克一模一样。我们千万别把浩克惹火了。宝贝们别害怕，那只是玛丽，她准备去试试帅气的新动作。当然了，你们也可以一起来看看。玛丽刚才那个动作真酷，不过你现在力气比较大，所以要小心哦。大家一会儿见，大家再见。马特，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。哦，你要去汤姆的油漆店吗？那会很好玩呢。你会变成什么角色呢，马特？美国队长，酷。早上好，汤姆。马特来漆油漆了。跟着汤姆去油漆店，马特，那里有他所有的油漆用品。第一步是保护你的眼睛。好主意，汤姆，从蓝色油漆开始。真棒，你现在有一个红条了，马特。下一步呢，汤姆？你选了一个小油漆刷来处理细节，还有银色油漆。这看起来太棒了，汤姆。下一步呢，汤姆？一个头盔，真棒。哇哦！这是一个像美国队长一样的盾牌，你只需要给它上漆。
这是马特队长，准备救援。谢谢汤姆，下次见。嗨，卡尔，你怎么这么开心呀？因为你刚刚在电影里看到雷神托尔了。真酷，不如你去请汤姆帮忙吧，他一定可以把你变装成雷神托尔的。嗨，汤姆，卡尔想变装成雷神托尔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变装开始，这里的油漆有红色、黄色、蓝色和深蓝色。我们这次要用深蓝色的油漆。很好，接下来做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把细节部分画上，细节决定成败。金属涂料，很酷呀。真好看，我们还要做什么？下一步要怎么做？这顶头盔真好看。你拿不动这把锤子吗？哦，对了，只有托尔才能拿得动他的锤子。哇，你现在彻底变身成雷神托尔了。没错，小汤姆，托尔来找你爸爸了。
哇，托尔不愧为雷神呀。托尔，你可要小心使用你的超能力呀。大家再见。